梦想对我嚟讲系好重要嘅事，梦想就系我生存嘅意义。如果冇咗梦想，我就只系行尸走肉。梦想究竟系啲乜嘢？一直以嚟，梦想都系遥不可及，感觉不切实际。我一直喺度追寻梦想。好，各位同学大家好啊！欢迎大家在新的学年里面修读视觉艺术科，我是你们教授，我姓朱啦。好，现在我想点一点名先。好啦，我们现在开始点名啊。sorry 阿 Sir， sorry 阿 Sir， 瞓晏咗，迟到疏疏。坐低，下次不要再是这样啊。是的阿 Sir， 是的阿 Sir。好啦，现在点名？戴家乐。系。黄明志。到。娱乐轩到，麦快活到。喂，你个名咁似嗰啲快餐店咧，系咪好中意食咩？一哥烧味饭啊！算罢啦，你自己咪一样。好啦，唔好再嘈啦。好啦，而家名就点完啦，系时候要交暑期功课啦。功课嘅主题系梦想，有冇同学可以分享下你哋嘅梦想系啲乜嘢啊？阿 Sir， 我先。好啊，请你出嚟啊。系。同同学仔分享下。我冇夢想，完。冇夢想？你交張白紙出到嚟，擺到明就係你唔做功課啦！同我企出去。好啦，仲有冇其他同學仔有做到功課又好想同大家分享你哋嘅夢想㗎？我好，請你行出嚟啦。好，咁我嘅夢想就係想做一個建築嘅設計師啦，所以我就畫咗呢一張咁嘅實景圖，就希望可以睇得達成嗰個夢想嘅。喂，啲筆真係俾人整亂曬，我真係邊個做啊？遲啲喂，執翻啖氣啊喂！唉，咁執翻啲筆先啦，係係咪啊？跌咗添，好睇啊！系黐颜料啊！哎呀，哎呀，一笔啊！你條橋咧真係好正，不過我中意。喂，你自己有份嘅，你點會唔中意啫？係咪先？炒義工又唔見你炒 VA， 唔得，你一定要做 VA 啊！冇得講，因為你要繼承副業。喂，大家樂，你咪睇我幅畫。唉，走開啊！喂，你今日咩事啊？冇上 VA 堂喎。VA 堂我 drop 咗啦，成個 VA 科都唔想讀啦。嚇，咁你夢想去到邊啊？夢想食得㗎，使乜加啲鹽加啲糖俾你食啊？認真。你唔追夢，咁我努力埋你嗰份咯。sorry 啊，塞車遲到，係你啊？誒，坐啊！啱啊，咁耐冇見，哇，咁快又十年喎，呢排點啊？你係咁，十年嘅入緊未？我小弟不才，開咗間設計公司，而家啲單要自己跑，真係攰到阿媽都認得咯。唉，明明之前佢都冇夢想㗎，而家佢好似好有夢想，諗翻自己，好似除咗揾錢就乜都唔識。我的夢唔通就咁完？喂喂，你諗緊啲乜嘢啊？你又好啦，而家實現你自己嘅設計夢。就而家追夢都未遲啊！咁我去你公司做，再追夢啊！唔好因為人哋嘅聲音去影響到自己嘅步伐。其實只要唔放棄，夢並不遙遠。